看一下我的操作有没有不够精简的地方。Please correct me if I'm having other, bad movements of the blocks, the pieces. Correct me if I'm not using the simplest way to move the piece. Moving the pieces to the right spot with the simplest, most simple way. With the fewest steps. No. Oh no. Timing. 故意等他的攻击。这个还没看。这个人分数不高，但是打得蛮快的。哎，不对，他是扑友，搞错了。反正我好像也输他了。第一波 PC 之后，我接下来的那个叠那个堆叠好像不是理想，不是有效率的攻击，还是有点效率，这样算是有效率。还算有效率。判断的太慢了。刚刚四分钟这边，我觉得可以打得蛮快，但是我没有学好，还没有懂那个怎么操作。レージ、ブラー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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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个人是打得蛮快的，我记得他是打怪兽才成纯影片的。不过他是下错了，就是。好好观察他的那个 movement。Oh no！他刚刚如果没做 timing， 我大概不会死吧。他刚刚有停一下，如果他刚刚没有放慢速度，我还不会马上死。应该是吧，我等一下 review 一下。那这个就 full wide 嘛，很明显。其实他这场我记得 miss drop 了。下错还是怎样？还是没有？对，下错了。好无聊，在这边做个滴滴炮。打蛮久的这场。